你见过用甜品做的小屋吗？我这可是第一次见，我去，全是好吃的。这个沙发是抹茶味蛋糕，这个是饼干，应该是围栏，把这个饼干都放在这儿。这应该是楼梯吧，通到那边小院的。这个小树墩放在哪里合适？放在门口。这个热狗不会是沙发吧？这个鸡蛋荷包蛋应该是沙发垫子。那这个华夫饼干是放在哪里的？放在这儿。这又是什么？这不会是餐柜吧？巧克力做的。这还有芝士味的一个什么地垫，这个地垫放在哪儿合适？那也不合适，等会儿再放吧。那这不会是那个三明治床吧？这摆不上去啊。这还有饼干，把它都给围上。这也是个地垫，应该是餐桌的垫子。这还有个饼干，诶，这怎么摆不上啊？床在这儿呢，那这应该是床垫。诶，这怎么摆不好？哦，往那边一点，那这个应该是床垫吧，就是脚踏垫，可是怎么摆不上啊？哦，摆好了，这个应该是餐桌，把这个摆好。那这个应该是好吃的吧，摆在这里。这应该是小凳子啊，这个台灯摆在哪合适？摆在这儿合适吧。这个也是好吃的，哇塞，我最喜欢吃的巧克力竟然变成了凳子。这个荷包蛋，这是巧克力，这是什么呀？装饰品，这有印子，那这个应该摆在这儿吧。这个是奶酪冰箱，这太酷了吧。这是什么？邮箱应该摆门口，哎，摆不了啊，不能摆在门口吗？哦，摆在这里。那这是什么？这个是菠萝包，菠萝包是摆在哪的？是摆在床上的，摆在床上的。那这个呢？这个是摆在哪里的？这个应该摆在上面，还真是。书，还有咖啡。天哪，这是什么好吃的？竟然是个床头柜，牛奶盒子竟然变成了小柜子。这个甜甜圈原来是海盗风格的，这个应该是摆在这儿的吧？这里还少一幅图画。这个包包，哦，原来是枕头。这个小熊应该挂在这个钉子上吧？那这个小沙发放哪儿？哎，就放那儿啊。哎，这个是钟表，这有一个三角形。那这个是不是放在这个沙发上？这个荷包蛋的小凳子摆在哪里合适？这又是这个柜子吧？应该，这是牛角包。那这个是不是应该也摆那儿？那这个小凳子摆哪儿？哦，那这个咖啡应该摆在这个位置。这里还有一本书，不对，这是一个相框，应该是。哇塞，这么好看，太想吃一口了。